在新义乡发展嘛，到棒水优胜的业者，为去年开始将事业营运关怀任何国小运用，今年经关怀任何国中带军导队来支持部落的体育发展，希望抛砖引玉，和各级企业拢会当为偏乡教育提供资源。联合国小幼稚园小朋友献上高水的舞蹈表演，来感谢关键单位的代表警员，结合圣诞帽啊，甲布隆族传统服装的打扮，营造喜气洋洋的气氛。参与这次公益会开的饭店企业代表，欢喜送上特制饼给小朋友，好着感谢澎湖业者甲乡民饭店代表对着偏乡教育的支持甲帮助。这一次呢，我们高兴这个炫日芬以及丽丽集团哈、它可以带给学校一些回馈，那这些回馈呢，可以帮助我们偏乡的小朋友，他们有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帮助，我想会有实质的帮助，不管是在小朋友的训练方面，或是营养品，或是在小朋友的各阶段的发展方面，都会达到说一个实质的帮助。跟炫日芬、算是孵化了这个品牌，那这个品牌长期在部落里面耕耘，而且呢进到产业链的更进一步的另外一端，就是自我价值跟社会价值的实现、所以他们今天很高兴能够跟我们部落的仁和国小一起合作，那推出这个公益回馈的计划，我想这个也是永续发展、社会永续企业的一个实现的部分。有一关注引进在新义乡四个部落发展马告乡份业者，真感谢部落乡亲一直以来支持和协助，因此为去年开始将马告芳水等产品的销售利润部分捐出，今年更是增加捐赠给民和国中带军导队来支持部落体育发展。我们的运动选手这么多都在原住民的部落，所以说呢，我们除了今年的固定捐赠给仁和国小的公益的晚餐回馈之外，我们今年开始跟仁和地区的这个吴教练开始做部落端的原住民部落的选手的支持跟回馈哦。那我希望说本着取之于社会回馈社会哦，我希望把这个马告香氛产业链给它做大，把它做深哦，然后用我们品牌的力量做出最大的效益，那这也是公会回馈的最大的意义所在。日管处也会持续的募集更多有兴趣进到这个产业链的部的产业，还有部落端，还有这个旅宿业者端，一起来把这个产业链做一个永续的发展。澎湖业者表示，今年受到台湾棒球得到世界冠军的鼓励，未来将增加关键单位来支持部落体育发展，希望和部落偏向孩童会当得到更加多的支持和鼓励，未来创造自己的一片天。记者金文山采访报道。